啊，有人来了！哎呀，真讨厌，又要变回去了。乖乖，这脸蛋是什么神仙？和方小妖躲在这里偷偷吓人。这是我家，你泡着我的池水还问我？小姑娘脾气还挺大。小荷花，荷花仙子，小美人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我就是想见见。那现在你见到了，可以走了。我又不想走。这是我家，你一直在这待着算什么事儿啊？你要是想和我一家也不是不可以。谁要和你一家？好吧，其实是我想和你一家，可以吗？这是我的莲心，一朵莲花一生只能修一颗，如果你收下它，需要生生世世都与我在一起，包括下辈子下下辈子，我希望你想好了再做决定。青莲，我会去认真想了，轮回是好事，这样我每次都能以新的面貌来见你，爱上与君共度浮生。玩浮生为情歌手游，解锁下一世剧情。抖音